长期老便秘，肚子难受怎么办？医生戒掉四习惯，便秘或许就没了。便秘是生活中常见的事情，大多数人已经习惯了。对于很多人来说，便秘是一件尴尬的事。你可能认为这是一件小事，但它实际上是对肠道健康的一件大事。想象一下，每天早晨醒来，首先面临的不是新的一天的活力，而是肚子的胀痛和不适。 这是许多长期受便秘困扰的中老年人的真实写照。肚子的难受不仅仅是生理上的痛苦，更影响了日常生活的质量，甚至心情。但是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困扰？是什么在背后推动着这个问题的发生与持续？便秘的概念与影响。便秘，一个常见但往往被忽视的健康问题，尤其在中老年群体中普遍存在。简单来说， 便秘是指排便困难或排便次数减少。正常情况下，人们每天或每两天排便一次，但便秘患者可能几天甚至更长时间无法排便。这个问题不仅仅影响身体舒适度，长期便秘可能导致腹胀、疼痛，甚至影响情绪和社交生活。想象一下，因为肚子的不适，一个原本活跃的人开始回避社交活动。 这对生活质量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。更重要的是，长期便秘可能是其他健康问题的警示信号，例如消化系统疾病、内分泌变化或药物副作用都可能表现为便秘症状。因此，关注和处理便秘不仅是为了解决一个小问题，而是对整体健康的重视。便秘还可能导致如痔疮等并发症。研究显示。 长期施加压力以促进排便，会增加直肠和肛门的压力，从而引发或加重痔疮。痔疮不仅带来疼痛，还可能引起出血，严重影响生活质量。日常生活中的不良习惯与便秘的关系，便秘常被视为小问题，但其背后往往隐藏着生活中的不良习惯。这些看似无害的日常行为，实则是引发便秘的隐形杀手。 首先，忽视饮水量，身体缺水，肠道内容物变得干燥，大便难以排出。研究显示，每日多喝水能有效促进肠蠕动，减少便秘发生。举个例子，一项针对老年人的研究发现，日均饮水量低于一点五升的人群，便秘发生率明显高于饮水充足的人群。其次是不良饮食习惯，高脂肪。 低纤维的饮食是便秘的常见诱因，纤维素是调节肠道功能的关键。缺乏纤维的饮食会导致大便干燥，增加排便困难。实际案例中，增加蔬菜、水果等富含纤维的食物，对缓解便秘有显著效果。再来是久坐不动，长时间保持同一姿势，尤其是久坐，会减慢肠道蠕动速度，增加便秘风险。相反， 适量的日常活动，如散步、轻度运动，能有效刺激肠道活动，减轻便秘症状。最后，忽视排便信号，长期忽视或延迟排便的冲动，会导致大便在结肠内停留时间过长，变得更加干痒。坚持定时排便，尤其是早晨起床后，能够帮助形成良好的排便习惯。改变这些日常习惯，对于预防和改善便秘来说。 至关重要。通过适量饮水、均衡饮食、保持活动和及时排便，能够显著改善肠道健康，减轻便秘问题，改变习惯，缓解便秘。长期便秘不仅影响心情，还可能引发更多健康问题。幸运的是，小小的生活方式调整往往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改善效果。首先，需要关注饮食习惯，高脂肪。 低纤维的饮食是便秘的常见诱因。研究显示，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，特别是水溶性纤维，可以有效促进肠道蠕动，帮助形成健康的大便。建议选择全谷类、蔬菜、水果等食物。一个小改变，比如早餐时选择燕麦粥而不是白面包，就可能带来积极的变化。其次，水分摄入不足也是便秘的一个关键因素。 人体需要足够的水分来帮助消化和废物排泄。专家建议，每日饮水量应在一点五至二升之间。为此，可以在饮食中加入含水量高的食物，如西瓜、黄瓜，或者养成餐后饮用一杯水的习惯。第三，运动习惯的缺乏，定期的体育活动能够加快肠道蠕动，减轻便秘症状。即使是简单的散步或轻度瑜伽。 都能带来好处。一项研究表明，每天至少三十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能显著改善便秘症状。最后，不要忽视心理压力的影响，心理压力和焦虑会干扰消化系统的正常运作，从而加剧便秘问题。简单的放松技巧，如深呼吸、冥想或是咨询专业人士，都有助于减轻心理压力，进而改善便秘。